来练习。双杀了。打在了棒子最尾端，然后球居然滚到了界内。啊、三垒击，哎，切碰一下，哇！那双杀，双杀哦！以为是界外吗？主审裁判认为要来看，看什么？看界内还是界外啊？啊！因为刚才叶振华碰了这一颗球，有没有打到脚？嗯，但是打到哪里呀、啊？打到小头吗？还真的是小头呢！啊，中到棒子的最尾端啊！哎，小头！哇，这个界内，这个界内，我懂了，这个界内。哇，岳振华也傻住，没想到这个球双杀了，打在了棒子最尾端，然后球居然滚到了界内，然后也没有跑，那一垒上的跑者也有点傻住的一个情况，变成双杀。那裁判这边呢、啊，也要来采取电视辅助判决，到底是出生球还是打到了棒子的最尾端？哇，这有点冤了。哦，但是，哦，捕手这里把岳振华的棒子给全部握住了，那这得好好看一下了。哇，这个如果是接触这个棒手套的话，是妨碍打击哦。对，哇，两件事情同时出现，这得怎么办呢？没有妨碍打击了，已经上垒了。这个已经手套跟棒子接触，妨碍打击了。哇！裁判请报告，在打者挥击过程中，球棒去碰触到捕手手套，妨碍打击成立，形成满垒。让我们欢迎由五支球队的啦啦队集结而成的50位的女孩，在今天要为大家表演的是魅力四射、史无前例的精彩舞蹈。让我们掌声鼓励，欢迎我们的啦啦队女孩。全场统一。
你说关于亚洲路上英雄的名言是单边当家贴衣啊，我说我们的亚洲是唱一首歌，用钱加个小马扎加暗帽啊，你的厝里都来做伴，一杯小酒喝大啦，暗帽啊，你的厝里都来做伴，一杯小酒喝大啦，用钱你加我的算得落去走，大家所喜欢的啦啦队女孩热情的掌声，谢谢他们带来精彩的表演。